了画家张择端记录的汴京水路，我们再回到陆地，看看画家李公麟白描的宝马雕车香满路。传说中的道教五岳山神之一，西岳大帝啊，下凡出游打猎，他化身为一位王公贵族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只见身边的随从前呼后拥地围着他，有的手持弓箭，有的手托海东青猎鹰，有的牵着猎犬，还有的帮忙拿着猎物，所谓效犬马之劳。而在骑马的队伍后面还跟着庞大的车轿队伍，这几辆牛车不仅宽大平稳，还有精美的雕花装饰和华丽的顶棚。随后啊，是八抬大轿跟在队伍的最后，可见当时的贵族出行啊，性子好的时候就快马扬鞭，骑累了就下来坐牛车，万一路况不好坐车颠簸啊，还可以舒舒服服地坐轿子，总之是有备无患，奢侈到无以复加。